为了方圆，为了整个台中市，为了阮的国家，伫这个环境的保护，伫这个道路的开拓，求你帮助阮，会当予阮的心声，政府可以听到阮的心声，知影阮所诉求的，予阮真正得到一个安全的环境、卫生的环境、好的环境，是阮真正所爱的，唔是用欺骗，唔是用黑箱。我伫你面前祈祷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